骂成家，就这一张脸，骂成家，要卡就这，骂成家，要卡就这，骂成家，要卡就这，骂成家，真厉害嘞，好好嘞。就是今年的五百车，我的手已经开入来啊，所以农民看袂过，就坐落去。咱已经坐伫溪洲，溪洲的船头面顶，已经坐二十天啊。所以今仔日来到台北，咱嘛希望讲，咱会使透过艺文界的笔，透过艺文界的镜头，透过艺文界的影像，把农民的心声来个散播出去。算伫阮溪洲吼，伫即个迄个啊，水啊，彼阵的河已经伫遐静坐，今仔第二十天啊，吼、哦，算进迄个五月初十的时是迄、那个，即个包厢鱼要即个包厢鱼要做吼、哦，啊叫一挂哦一挂警察讲鱼要扛人安尼，一万八千外角，遐个土地就变讲爱废耕啊，吼、哦、啊政府是讲啊，到恁若无水啊无水，恁就转休耕。但是咱中华就是，咱这个就是话咱台湾的牛村，啊水利会，甲这个啊中科的局长讲，伊讲啊，即卖甲恁用水是用村的，用阮农民用无完的村的，甲问伊讲，你若要抢，若要讲，干那用阮村的水，恁哪会无爱为水尾转食袂着？恁哪会为安那迄个做二十四公里来到上迄个水压标准的水头，全为水头接落。结果伊拢唔敢回答，因就是硬要为了工程，这他就加嫌伊讲，迄就是官商勾结，为了这要开，无应该开遐侪钱，要开二十外亿要做迄个国。今已经来四天，停六天，已经水无够，无够到真严重啊！所以讲一滴嘛袂使搁提。各位艺文界的朋友和联署名单上的朋友一样，我们平常离这个议题的现场其实都很远，可是我们都一年多来都一直张大眼睛在盯这件事情，那到这一刻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我想最简单的说，我们从理念上、从价值上、从法律上、从感情上，我们都完全的同意，完全的赞成这次西周农民朋友和英宁这样的一个主张。那其实我只想说的就是我们来晚了，那英宁和大家朋友们，我相信你们不会再孤军奋战，不管面对的是代表国家机器的怪手，还是面对法律，我们都会在你们旁边。的土地浊水溪为什么叫浊水？就是因为它经过中央山脉，然后累世的冲刷，会带来非常多肥沃的腐殖质，所以就孕育出最 Q 最嫩的浊水米，还有最香最甜的芭乐、香蕉、玉蜀黍，还有小黄瓜，以及非常多的作物。我们今天就把这些农作物来送给我们艺文界的朋友。我们相信这是最珍贵的浊水土，所以我们农民跟艺文界的朋友要把浊水土抹在脸上。我这款土生产的米是最好最好吃，全世界的我们上优秀的上好吃的米，全世界的我们我就像出产的农产品，没有水米，就讲这款米上好吃，他再没爱吃你哪里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啊。我先讲一句台语哈。我会记得细汉的时候，阮阿公逐天拢爱顺产水。我迄时阵唔知影是啥物意思，感觉阿公甲阿妈就爱去田里行来行去。啊，透早的时阵，对，到尾啊，我即摆才知影讲过产水是我尔重要的代志。今仔我真欢喜，分到今朝啊，看到有人摕着米吼。我们生长在台湾，可能不会了解说我们自己可以生产粮食、稻米。这些丰富的作物有多么的珍贵，然后这个珍贵需要什么样的呵护？我只简单讲一句，就是我们愿意为了土地、为了稻米、为了农民而奋战。然后我希望大家就像我的阿公年轻的时候损残罪那样的心情，我也希望我可以用了这样的心情来巡视、来守护这条母亲之河。然后各位，感谢，辛苦了。
谢谢。我们农民已经在水圳旁边日夜的驻守，今天是第20天了。我还记得怪手开来的那天，大家是怎么样的去以肉身去抵挡这个怪手，之后我们又是怎么样面对警察随时要来驱离，包商随时来恐吓。这些水是要给田地的，是要给大地的，这些水是要给农民农作物的，这些水早就已经不够了，十几年来就是不够了，不应该再来抢水，不只是抢农民的水，是抢田地、抢台湾粮食必须活下去的生命之水。